感谢国外公司跟廖老板用心的规划这场活动，让我们在平常工作之中还有办法来挑战自己的斗志，那让我们更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做意志力，以及什么叫做平常心。那现在我们有机会可以代表台湾，相信我们明年一定可以更努力，一定要让总冠军留在台湾。谢谢。